谢谢各位热情的观众，谢谢大家。刚才两个演员呢说了这么一段，哎，连说带唱啊，特别的热闹，可不。桌子外边这个演员姓谢，哎，叫谢金，没错。提起谢金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嗯，谢金的父亲也是相声老演员，哪一位？叫谢天顺，哎，谢天顺先生和大家熟悉的侯宝林呐、啊，嗯，刘宝瑞呀、啊，是常宝华呀、啊，哦，哎，跟这些老前辈都是师兄弟，嗯、对。谢金的父亲是当今相声界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、哎、宝字辈的老艺术家。哎，您说清楚了。说清什么呀？说清宝字辈的宝，侯宝林呢、啊、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谢金的父亲就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老宝字。哎，老宝子，这人你不说宝吗？宝字辈的老先生，老演员了。哎，到后台呢稍微的休息休息。对，他们家是艺术家庭，是他的父亲说相声，哎，他的祖父也是文艺界，没错，姓谢，叫谢书阳。嗯，不说相声啊，哦，弦师，哎，伴奏员，没错，搬把椅子往那一坐，嗯，那个乐器叫三弦，对，一弹弦特别的潇洒，可不都是这种状态？您给学学。当不啷当当，噗噗噔咯楞咯楞滴当，当楞咯楞咯楞滴当，当楞滴当，当楞咯楞咯楞滴当，当，当楞咯楞。行行行，别楞咯了。怎么不让愣着呢？把您这看不见呢？你看你又误会了。好，您这不拿人开玩笑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过去很多弦师都是盲人啊，那倒是，对吧？但是他祖父确实是一个奇迹。哦，怎么奇迹呢？你琢磨，原来眼神不太好，哦，后来学着给人弹弦，哦，弹着弹着弦呢，突然有一天，噔不楞噔噔，噗噗，把眼睁开了，嘿，噔。弹三弦治好了我的眼睛。没听说过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。哎，这挨着吗？人家不挨着，好不好？好什么？就是说他的祖父也是著名的艺人啊。那对，曾祖父更了不起了，可不，姓谢，叫谢瑞芝。哎，单弦啊，谢派的创始人。哎，大家，你看谢瑞芝、谢书阳、谢天顺，他叫谢金，嗯嗯，四代从事文艺工作，可不，在艺术界不多见。嗯，现在谢金也有儿子了，对对吧？没错啊，你别看不是亲的啊，哎，谁？哎。是亲的，哎，你哪有我知道？哎，哎，啊，您这话可太金琢磨了。怎么金琢磨？怎么哪有您知道？他跟我念叨的。哦，反正说他儿子，你说长大成人也搞文艺，那不挺好？五代，五代，五代从事文艺工作，是对不？算是你六代。哎，跟我没关系，算我干嘛？你家也是艺术家庭吧？那您把这分开了说。他们家也不错。嗯，这位演员姓冯啊。哎，谁姓冯？叫冯斯托洛夫斯。谁谁冯斯托洛夫斯？嗯，姓刘，刘斯托洛夫斯。哎，姓什么都斯托洛夫斯基。您名字是刘哲？哦，留着。哎，行，您留着。留着呀，都长毛了，别留着了。别给人的意思。这废话，这是给人吗？名字是姓刘明哲，刘哲是我。这名字不错。哎，您啊，挺好听的。啊、握握手。您好，喜欢听您的相声。谢谢您，著名的相声青年演员，谈不上著名，相声说的不错。哎，咱们二位是同行啊。是啊，咱二位同行啊。但是我不说相声。哦哦，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个买卖人。哦，您那买卖人跟我怎么同行呢？那也有一定的关系啊。哦，买卖人。哦，买卖人。买卖人。那您是这个做进出口贸易啊？胡猜，这位就是啊，猜的不对，重新猜，买卖人。哦，不对。哎，哦，那您是这个出售这个整堂的家具？哦，买家具干嘛呀？啊，买卖人。买卖人。对。汽车销售，卖车干嘛呀？不对，不对，买卖人。不，那您怎么个买卖人啊？买人呢，卖人。哦，人贩子。行行行行，别别别别，咱同行。谁跟你同行啊？哪儿就同行？你这人看这模样，谁这跟模样没？看这模样，别动说就完。肉丸子成精，整个人。谁肉丸子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做买卖的。做买卖的，做买卖跟你这是真是，我当您人贩子呢。谁人贩子？跟您说笑话儿，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。我当真了，跟您说笑话儿。哦，真是做买卖的。那您是做什么买卖的？什么买卖不能告诉你啊？你知道北京有个西单吗？啊，知道啊。热闹不热闹？热闹啊。繁华不繁华？繁华呀。西单那儿有一个君泰百货。有，您熟是吧？知道。哎，我那买卖就在君泰百货附近。哦，君泰往南吧。
哦，往南，往南500公里。哎，500公里呀、啊，先生，在那儿我有一大楼。您别有大楼了。君泰百货往南500公里，500公里，您都出了房山了，您知道吗？上那儿干嘛去啊？500公里有这么打比方的吗？我从那儿走，我认识啊，多新鲜呢！西单出来，啪上二环走，上二环这走哪儿？到了我就好，您都到了河南了，您这都。我在那儿有一座大楼，哦，7层，7层都是我自己的，全是您的。这是什么买卖吗？哦，这还真不知道。卸货公司，哎。说这么热闹，就是一物流。您这得了，得了，你才物流呢，你啊，你物子，谁物子？物流，物流，物流干嘛的？您不是说卸货公司吗？物流是干嘛的？中转呀、啊，中转，从您这儿中转一下，给人送货。对呀、啊，给人拉货啊，没错。不，咱跟那不一样。您怎么个卸货公司？卸货公司是简称。那您要全称呢？全称是全球啊，中华哦，卸货大毛房。哎，嗨。精彩不精彩？别精彩了，说这么、啊、说这么热的，就是一厕所。厕所怎么了？还全球还？咱这个大高楼7层楼的厕所，你见过吗？这就是7层楼一化粪池，甭说化粪池，不化粪啊，都攒着。哎，还都攒着。咱这7层楼厕所有咱的特点。哎，这能有什么特点？分甲、乙、丙3个档次，不一样。哦，还不一样，你多心一样还成啊？好，先生，那您先跟我说这甲等怎么不一样？甲等啊啊，从外头进了大楼哦，一楼先交身份证。哎，怎么还交身份证？你上网吧还交身份证呢？哎，好，交身份证给您登好记。嗯，交1寸半身免冠照片1张。哎，您这是上厕所？您这办护照？您这是？给您一个表，您先填表，那就填表。姓名、别名、曾用名，性别、年龄、籍贯、出身啊，本人出身、家庭成分，太麻烦了。相片这么一贴，一会儿吃面吧。啊，没带相片，旁边那屋照相去。哦，那有影像室，还有影像室，那屋照相。哦，照完相登记好了之后，给您房卡。房卡，1层到3层啊啊，全是这个甲等的。哦，甲等收费每位500元。哪儿就500块钱？哎，进屋一看，让您心里的高兴、啊。我怎么高兴啊？物超所值。哦，拿房卡打开了房门，进去一看，哎呀，啊，豁然开朗。嚯，怎么豁然开朗？两室一厅。哎，嘿嘿，你看看，套间儿，您瞧，2间卧室，嗯，一个餐厅。哎，厕所推门一看，哎呀，100多平米。哎，100多平米，70多坑子。嚯，好家伙，你遮着跟头拉都行。哎，废话，有遮着跟头拉屎是吗？有蹲便呐，还有坐桶。哎，好，还真齐。哎，蹲坐两吃。嗯，什么？哎，什么叫两吃啊？您那不都是椒盐的？哎呀哎呀呀，两吃啊？那叫蹲坐两用。两用？哎，对对对，两用。嗯，你可以在这个蹲便上坐着啊，也能在坐便上蹲着。哎，好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不讨厌吗？灵活掌握，太灵活了啊！你到客厅里，客厅里看看，嗯，客厅里还有大冰箱。还有大冰箱，打开门哦，吃的喝的全都有。哎，您等会儿吧。还有微波炉，您别微波炉了，您不像话。哪点？这边上了厕所，那边冰箱吃着喝着。哎，您这吃跟拉搁在一块儿，你拉拉着没东西了啊，往里续点，接着拉。哎、续点，多讲究啊！这有这么续的吗？那屋卧室推门看看啊，席梦思软床，嚯嚯，双人床，躺着拉。哎，别躺着拉呀。拉累了，躺那儿歇会儿，哦，养精蓄锐，出来接着拉。啊、嘿，好。客厅摆着3部电话，3部电话，拉美了，给朋友打个电话，哦，叫来一块拉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多好啊！没听说。甲种500块钱贵吗？这可贵，享受生活，还享受生活。你当然看不起了，享受茅房你呢？你吃一顿饭花3.5块，你不可能上我这儿来。啊、你3.5块吃进去，500块钱拉出去，你不有毛病吗？啊、您说话。我说您说话有这么比的吗？您你不会是你说话嘴太损了。我的顾客不在你这儿啊，哈，行什么？我这个得每顿饭都得花几千，我还得花几千公款消费。哎呦，酒肴都是安哥拉种兔、哎，都那样的上我这儿消费哦，知道吗？对，甲等500，那这乙等呢？乙等便宜多了，300，嗨，300元。你要拉屎是怎么着？你怎么那么激动呢？我听您这太不像话了，九窑还得安哥拉种树，讲究。这演员有毛病，这演员。我说您这茅房里边怎么什么都有啊？那当然，500块钱白要人家的。好好
一等300。哦，一等300。一楼登完记给你房卡。哦，四层到六层这都一等。哦，推门进去一室一厅。哦，这改单间了啊，厕所也没这么大了。哦，50多平米。哎，这也不小了，这光有坐桶没有蹲坑了。哎，那就行了，你可以在坐桶上蹲着。哎，行，灵活掌握吧。又灵活掌握。灵活掌握啊，外边这冰箱改的单开门的了。哦，这回单开门了，里边吃的呢也都是以素食为主了。哦，它便宜嘛。啊，是是啊，里边双人床改单人床了。哦，300元。这回没有这种兔了吧？这回种兔就没有。哦，那行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都是一等。哦，那丙等便宜。丙等呢？丙等2块。哦，我喝。跟一般的公共厕所呀，装备差不多。哦，7层楼，第7层全是丙等。顶层。哎，坐电梯上去。哦，里边推门一看呢，都是一个小屋一小屋的。哦，啊，跟你们家一样，哪屋都有门。哎，是吧？我说您说话怎么别老拿我这儿比？哪屋都有门啊，跟你们家一样啊。啊，这些废话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家也哪屋都有门。丙等2块。啊，你说我这个卸货公司这买卖多好？好什么您这？开张3个月，怎么样？一扒拉算盘子儿，挣钱了。赔了6万多。哎，废话，没人来呀，多新鲜呢！我觉着现在公款吃喝一顿饭花几千他都不在乎，上我这享受高档次的拉屎服务。这还高档次？这再高档次不也是拉屎吗？没人愿意来，多新鲜呢！哎，那天我跟你说啊，没有不开张的大茅房。哦，这话是这么说的吗？怎么说呀？那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。咱这不卖那个。啊，废话。那天打我门口路过俩人。哦。刚吃完了饭呢。啊。这顿饭俩人花了1400多块。好家伙。有钱。啊。这请这吃的饭。哦。这要报答报答他。哦，要报答。怎么办呢？啊。俩人走到我卸货公司了。哦，就您这茅房。全球中华卸货大茅房。行，别提您那倒霉名字了。大哥。啊。咱就这儿进去转转好不好？ 就这儿吧。好啊，走，走，俩人进来了。哎，到这一打听啊，甲种、乙种、丙种全给介绍完了。哦，是是。俩人决定先来丙种的，先尝尝。啊，哎，要尝尝，尝试尝试。您把那“试”字带出来。先尝试尝试。嗯，好，丙种行，快点啊！我们刚吃完饭，可能吃的不老丁对的，肚子不太舒服啊。我们哪屋方便啊？先别哪屋方便。怎么着？先交身份证。哎，好，对，老得有这个，得要身份证啊。哈，饭馆都没招，我们要这个身份证，登好了记。吃饭要身份证。交相片啊？没带相片。哦，拉屎有他们带相片的吗？就是的。没带相片，那屋照去啊！还得现照，影像室照去。嘿，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啊，还真齐啊！一共交一张就行，15块钱。后先交费，哦、后照相。哦，进来还出不去了。嗯、身份证扣下了。嗯，交15块钱。影像室往那一坐。哦，哎，先生，请您乐着点儿、哎。那乐得出来吗？我他妈乐不出来了。有毛算毛，快照吧。哎哎、照能坐这就不易，我感觉40分钟就洗出来了。哎呦，嚯！行了，先生，哎哎，这二位甭去7层了，怎么呢？直接去澡堂了就行了。澡堂子干嘛？都拉完了，这都4分钟、哦，立等可取。啊、洗出来，啪往表上那么一贴，嗯，开始填表。哦，这才填表啊！姓名、别名、曾用名，好家伙，没有就画叉。哎，哗哗哗哗填了一大片、啊、填完之后复印100份、哦，我们留作存档。100份存档，给您这卡上7层啊，嗯、上7层。哦，好，走到电梯那儿等了半天，电梯也没开啊，没电。哎，嗨，噔噔噔噔，上楼梯到7层啊，开始方便吧？赶紧着吧。坏了，怎么了？3月没开张啊！啊，服务员把钥匙丢了。哎呵，您等会儿啊，这不倒霉吗？钥匙丢了啊！我上1楼啊，旁边有个配钥匙的，哦、我现给您配去啊，还得现配。您二位等会儿，不行，你了，等不了，这已经半个多小时，那赶紧着吧。跟服务员在7楼楼道里几人撕巴起来了，好，打起来了，一边撕巴一边拉屎啊！哎呀，弄得楼道啊、墙上、服务员脸上，赶紧，全是往哪儿抹呢？结果挨了一顿打，能不挨打吗？我这买卖没开成。您呀，干脆就别干这个。这个买卖看来是不成，这不行，改吧。啊，改改，与时俱进。哦，当时我们当地呀、啊，就是西单附近那个地方。嗯、啊，行行行行啊，离你们当地还差500里地呢。500公里啊，500公里呢还。闹了一种特殊的病，什么病？叫转腿肚子风。这病听着都新鲜，怎么还？你瞧。转腿肚子风，转腿肚子风，走在马路上吧，啊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间，啊，这人这腿肚子，你有腿肚子吗？啊，废话，嗯，别老，你别老，跟胖瘦没关系，腿肚子都在后头长着，啊，
转腿肚子风，嗯，走在马路上没留神，啪一下子，怎么着？腿肚子冲前了，转过来了。腿肚子一冲前的人还活得了吗？那多新鲜呢！当时倒落尘埃，这人完了，这就甭上口了。俩人正聊着天呢，啊，二哥，有些日子没上我那玩去了，啊可不是嘛，嗯，最近去趟上海，哦，哟，嗯，去上海了，给我带什么礼物回来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哦，是我认识的全有礼物啊，就你兔崽子没有，哎嘿嘿，哎，这叫什么话你？真会聊，凭什么不给我带礼物？嗯，我就不给你带，哟呵，你把我怎么样？啊，你瞧，我就为气死你，哦，我就得气死你啊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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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腿肚子转了，这都转上了。腿肚子一转，啪嚓啊，倒落尘埃。哟，眼珠子往上翻，啊，嘴里吐白沫。你瞧，哟哟嚯，完了。行行，他这一死，那位乐了 啊，让你不给我带礼物，你瞧，死了都活该。哎，还活该，都没人买你啊？吃的吗？哪的事儿？你这，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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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何花，你怎么着？他也转上了，他也转上了。那时候您看，走在马路上，一会儿咕噔下去一个。一会儿咕噔下去一个，哎呦，死人太多了，哎呀，急性火力拉传染病，这还传染，这回可行了哦，卖棺材的发财了，那可不，棺材铺的老板不用出门哦，在屋关大门，有生意都不做，嗯，啊，这是干嘛呀？外边排大队啊，敲门，棒棒棒，开门，棒棒，买棺材啊，老板坐里不着急，嗯，这是卖方市场，不着急啊。没货，没货了，没货，没货了，没货。外边敲门，胡说啊！我接着门缝都看见了，哦，里边还八口棺材呢，八口卖给人家。老板说是八口棺材啊，啊，连掌柜的、伙计带我，一共十好几个人呢。哎，嚯，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。嘿，出去，出去。真说实话，好家伙，这回可行了啊！好多人呢，几块木的板瞎一钉，那就卖好几百块啊。我这嘿嘿，这可是个契机啊，哦！我呀啊，卖棺材哦，要卖棺材的。咱有朋友，嗯，手底有木料哦，请点木匠，乒了乓当给我打棺材哦，打了14天，嚯，俩礼拜啊，一共打了有400多口棺材，还真不少。哎呀，棺材都打得了啊！我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转腿肚子风，嗯，病情得到了控制。哎，您赔了您。谁没事他妈控制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废话，什么叫没事控制？让人死着玩多好啊！没听说过，这控制住了，人不死了啊？不死，我这好几百棺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您再想辙呗。我改劈柴。哎，这有拿盖棺子改劈柴的吗？我全赔进去了，多新鲜呢！我想办法啊，这玩意儿不能砸手里哦，在我这搁着不涨价，光长毛，受了受不了。那可不，我得想办法往外推销。哎。人这都新鲜，怎么新鲜呢？有往外推销棺材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啊，那卖花卷的还推销呢？哎，您别老跟人那比，是不是啊？您开着俄罗金德的买卖都，虽然说转腿肚子风不死人了啊，别的病他得死人吧？啊，那倒是实话。派几个伙计，嗯，医院门口，哦，药店门口啊，往里进的那个别搭理人家，干嘛？往外出的那个，哦，拦住了人家，哦，还得拦住了。尤其是脸上那个表情非常的凝重啊，手里提着好些个药。那个，嗯，走上前去，和颜悦色的，哎，瞧这模样，看您拿这么些药啊，甭问，嗯，家里准有病人，多新鲜。病人要是好了呢，给您道喜；是，病人要是死了呢，啊，欢迎您到我们缺德号买棺材来。这叫什么名字呀？这我们这是物美价廉，买一赠一，买一大的饶您小的，还买一赠一。头天派出去8个伙计，哦，到晚上6:20啊，啊，还真不错，挺好，让人揍回来4个，哎，那4个算机灵的，哦，都走了，啊，送派出所了，哎，送派出所了，这个主意不成啊，多新鲜呢，推销感这玩意儿老百姓不领情啊，那本来就不能领情，我还有别的办法，哦，您还有别的办法，撒传单，哎。你怎么净这新鲜呢？拿咱这主意，传单咱自个儿亲自印。哦，还亲自印。马路上那个往汽车里塞的那个，嗯，自行车车筐里塞的那个，啊，是不少。卖房的、卖车的都有。不，你这招人讨厌。卖棺材照样发传单，净这新鲜。棺材是好东西，什么叫升官发财的象征？那就你那么想。写词儿是我编的。哦，特大喜讯，还特大喜讯，敬告，嗯，广大市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哦。今有缺德号的棺材，哈哈，各种尺码，哦，尺码齐全，嗯，新店开张，哼，买一赠一，哎，
买一大的饶一小的，他老有这个联系人刘哲。哎，我呀，嗯，写你的名字。我们那儿也有个叫刘哲的。哎，行，你换一人，比你还好看。嘿，下边印上大照片。哦，一人拖一摞出去发去。好家伙，过来啪给一张啊，嘎着窝里啪塞一张，嘿嘿，谁路过都得一张。哦，都来一张，得一张他就得看看啊啊！你看，啊，二哥是特大喜讯，我看见了，多好啊啊！今年这鞋样子怎么那么肥呀、啊？我这位什么眼神啊？这是那是鞋吗？您瞅瞅。哦，棺材呀、啊！啊，给您得了。哎，给我干嘛呀？这玩意儿谁他妈要啊？啊，哎，派出这么些个伙计，一张传单都没发出去，那多新鲜！除了骂街就是骂街的，那可不。这怎么办？好几百棺材在我这积压着，一个也出不了去啊！你这根本就卖不出去。还有别的办法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摆摊儿啊。您这仨传单都卖不出去，您还摆摊儿啊？您还仨传单没带着实物哦，观众不相信怎么办呀？啊，摆摊儿哦，抬几口棺材，嗯，去庙会啊？干嘛？赶庙会摆地摊儿？也有拿棺材赶庙会的吗？那怎么没有？打我这就有了。哎，就咱这立祖棺材祖师爷，我、哎、知道吗？往地下这么一摆，嗯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卖棺材呀、啊，光这站着不成啊，你得会吆喝。哦，还得吆喝。哎，吆喝叫什么叫叫卖？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卖棺材吆喝的。又叫报君之。这报什么之也没有拿棺材吆喝的。你们说相声有一段叫卖故意。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就是卖旧衣服的。对对对。卖旧衣服的都能吆喝。啊。何况我这棺材还是新的呢。哎。嘿嘿。这对不对啊？他老能找着打比方的地儿。学他卖故意那个味儿。哦，学卖故意的味儿。卖故意都这么吆喝。啊，您给学学。拿着手绢就代表一件皮袄。是。吆起来就。这样您来了吧，这一件这个皮袄啊，把它就给卖了吧，没有一个窟窿啊，没有一个扣子啊，35我就卖呀，把它就给卖了吧。伙计、啊、对准了你这身脸啊，你就穿上都试试吧。哎，卖故意都这么吆喝，可不？哎，腔调又美，好听，词儿又上口，不错。我按这个内容啊，啊，我改成卖棺材的词儿，绝对卖得快。您拿这个故意对，跟棺材这一掉个，哎，我套这个词儿没问题，我真没问题，假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，您来了，我听听。拿一个小棍儿，哦，你给我接个下签啊，我给您接下签，这摆着棺材啊，是。这一口这个棺材呀、啊、我就把它卖了吧，是本儿够多么样的宽呐、啊、底儿够多么厚啊，好，没有一个窟窿啊，也没有一个裂子啊，不错，350我就卖呀、啊、哦，把它就给卖了吧，卖了，伙计啊，对准了你这身脸啊，你就躺里头试试吧，去你的。